师傅找着，在临安找的八八后跳文人八八找的，不知道价格是不是150几呢，在网上看的价钱150几的哦。我在网上看到呢，这个就是160，现在就去前台那里买。呢度有高級房，有一個160嘅，就係冇早餐嘅；就有一個咧190嘅，就多咗一份早餐嘅，都係雙床嚟嘅，冇咗單人床。咁我考慮咗之後，我都係選呢個冇早餐嘅160。房間已經定咗，就依家仲未可以入房間，要4点之後先可以入住嘅。依家就係要喺呢個休息區啊，呢度等陣，等一陣啦。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随此发售，佢冇有大堂嘅呢个酒店。唉，啱先就已经攞咗呢个卡片，依家可以入房间啦，191519楼啊，呢边上电梯嘅。哎，没有19啊，14、16、19。6楼是空中花园，5楼是大堂嚟嘅，同埋餐厅。2楼是停车场。9楼2855，我是15。190等于应该是往呢个方向系。1926200唔啱，哦系25到指呢边方向，25 23，100，应该大概喺呢个位置啦。1615方向，哎，15这个房间开门了。哇，咦，可以喎。入来之后呢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小的电脑台，加上一台电脑，有一个一次性的鞋，吹风机，还有这个不知道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的，就不知道了。简单的两张床，它全部都是双人床来的。无线 WiFi 密码电话，这个就是窗户的背景，靠近码头啊，这里可以打一个窗通下风先。哇，开不到的，锁住了，算罢了，开不到啊。请勿打开窗户，我唔可以打开嘅。哎呀，喺呢个墙上呢度有个晾衣架嘅，就配咗3个衣架。右手边咧就有呢啲温馨提示嘅，节约用水啊，75唔带够衫咩？俾佢搞掂啦。
呢边就系卫生间，一个自助马桶，呢个系窗帘式嘅冲凉房，花洒配咗两条毛巾，洗手盆，两个水杯，就 OK 啊！大家觉得呢个价位如何啊？旁边就系一间九一二里嘅，喺房间出嚟之后咧，对面啊，有两栋高楼大厦，具体系做咩嘅，依家就唔清楚，应该都系酒店之类嘅。下边仲有个游泳，哇，有游泳池啊！等阵可以睇下。能够在这个酒店里面看到这些都是游客，我可以跟你说来自各个国家的和大陆的都是有比较多的。在游泳都回了来了，他们这是我们酒店周边的环境，后面就是几座大山。一到下午咧，呢边就好多呢啲游客过来准备登记入住噶。一路行过来咧，都系有唔少嘅游客噶，亦都系有啲香港嘅居民住喺呢边噶。好似我哋呢一栋啦，呢栋好似就系你哋嘅香港嘅居民嚟嘅住宅楼嚟嘅，唔系酒店啦。依家喺呢边系喺呢个地方，嗰度系个巴士站嚟嘅。周围啲全部都系呢啲住宿嘅宾馆啊、酒店，睇下睇。